哟哟，各位早安！今天就是来到了苏邦 Airport， 然后准备去阿罗斯达到外地工作的。今天是中秋节，然后就是我现在来到了这个阿罗斯达的飞机场，然后刚刚早上就是坐了很早很早的那个飞机。现在今天是中秋节嘛，所以中秋节我就会带了这个月饼，然后就是会分给大家。如果今天有看到我的话，因为我这边有四粒海外天的月饼。现在已经上车了，然后就去吃早餐了。So， 我们去到巴萨的这个附近，有一间比较古老的一个店屋这样子 ，OK， 然后就来吃这个早餐啦。这边工作了几年了？52年。所以已经吃完早餐了，现在要去工作。Go。现在就是收拾器材，然后待会会去拍摄。来到这一边就是要拍摄工作了，然后就放了很多东西。错了，现在是已经拍完了 indoor， 现在要出去外面 outdoor 了，继续拍摄。肯定就是这样子的啦。DJI Inspire， 好玩。现在第一个 scene 呢，我们已经拍完了，现在我们就要去冰岛里面坐船拍摄。